去那就又没地方住啥的。什么时候通的？没有平遥没有。我刚去的平遥没有高铁。有吗？他那个车站通不了高铁，那铁路都是旧的。不是，新的高铁站，就是太原到。哎，飞机。哇，这景色他妈太漂亮了，真的。应该穿着登山的衣服，对，是。不啊，我要去，我也可以啊，不需要胆子大的。素质都没，这矿泉水瓶乱着。